师你好，今天见到你真的特别开心，我一直来都特别喜欢你，我要是这辈子，我要是这辈子能碰到你这样男的，我要赶紧嫁了，真的一定要牢牢拴住他。我有两个感触，第一点是他说话是一直在动的，他说话一直在，我太紧张了你知道吗？呀，我有种感觉就是那个风情万种。来站这儿站这儿站这儿啊！我就是表达，我见到偶像真的是特别激动啊。那我们言归正传，行行，好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赵红亚，来自四川，我是做珠宝销售的。大家以后需要买什么珠宝啊、首饰啊，可以来找我，我肯定给大家特别实惠的价格。我突然之间啊。我突然之间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说话的时候摇曳生姿了，是做销售的。你今天向谁告白？我今天是向男朋友于强告白，我希望他不要再这样惩罚我了，我真的很爱他，我希望他能回到我身边。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是不是因为我那天晚上没有回家，他觉得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。